我那闺女来了，就提这房的事儿。我说我这名下呀，有他妈，就是我孩子原来这个我那妻子的房，拆迁了。拆迁呢，这就等于还是我的，不是啊？嗯。我现在住那个是怎么回事呢？是这个就是单位分的房。嗯。分的房呢，孩子说住着平米忒小，给弄一大的吧。嗯。他们俩当时也买房，因为前一天检差了20多万吧。这个北京市有规定，60岁以上老人不行贷款。嗯，趁着我闺女说，我二闺女说写我名吧，这个名就写在我二闺女身上了。我也没往心里去，就这么多年我们都一回事儿啊，对，都是一回事儿。他结果，人他说这个你这两套房就得写我名，写他的名儿啊，得写他一个名给加上。嗯，我说为什么呢？不建议都是要房，对对。他是害怕，对，说明儿你要明儿你像我那都岁数大点，甭管岁数大小，没准谁先死，这哪准的？对。但是你要让我去张口要，我也不会。感觉就性质变了，而且你越要越要不来。是你那种感觉有点目的不纯的感觉。不是你不才好了、哎、没有两天吗？就是啊，就是你有病又有什么的？你我这不够可以的，我得了，我给他5000，这个头一回给他3000。为什么给3000？我给3000，既然相中我了，我给你面子，我给你买买衣裳，就是心意是吗？心意啊，3000。那真，我又给了1500，做什么？他不真的帮我买吃的，真的，我给他总共4500块钱。那我说你就走吧，我说我这个名儿我肯定不嫁你，啊，是是等于您给这4500就算分手费了呗？啊，对的，分手费了。哎呦，这弄的，嗯，就分手了。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在里边呀？没什么误会，那你说能接他的名吗？我那时候就是想，我俩闺女我们爷仨，说句良心话，我孩子妈呀，是贤妻良母一个人，老是特老实，我在部队的时候结的婚，嗯，特别好一个人，所以有病死，我不能对不起俩孩子，嗯，是不是？我不能说写他名，在家那边将来就是麻烦事太大了，嗯，哎，镇着我这儿，我说不行，我你走吧。岁数到了还是房子不房子，都是两人相爱的，互相照应照应，互相是吧？名儿不能改，那房子可以住啊。啊，就住可以住到百年是吗？对，有的是那个老伴儿一那个什么，就马上给你撵走。是，有的是这样的。是啊。那你跟你闺女说好了，你这房子你我走，我死了之后一人单独住。我闺女我都刚好了。想的那么周到。我净得多。想的那么周到。要我儿子问我，他说您那房名跟。我说你放心，你把连衣裳我不给弄没了。